寂寞。帝国主义的车轮倾压过非洲、美洲、印度，将这些古老的文明焚毁，继而驶向古老的中国。正是在这样的中国，一个男孩在湘潭韶山的一户普通农家呱呱坠地。他姓毛，名泽东，字润之。湖湘文化的哺育，爱国主义的激励，使少年毛泽东走出湘关求学探索。年轻的毛泽东把自己的命运与苦难中的民族紧紧联系在了一起。在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杨昌济等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的影响下，他开始密切关注时局和社会问题。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。我们知道了，我们觉醒了，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的国家，社会者我们的社会。我们不学谁学？我们不干谁干？毛泽东广交有志救国的青年，建立新民学会，参加五四运动，倡导民众的大联合，发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，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，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吹响了号角。我的梦想是未来会有那么一天，那一天所有的农民都有自己的土地，他们勤劳工作，过上好日子。那一天所有的娃娃都能上学堂，他们天真的笑脸就像花一样。1927年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，为了挽救革命，中共中央召开87会议，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，决定在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广东四省举行秋收暴动，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。毛泽东告别娇妻幼子，前往长沙，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。起义受挫。润之，你在哪里？我的心挑了一个重担，一头是你，一头是我们的孩子，谁都拿不开。这些抓我进来的人要我登报声明和你脱离夫妻关系，说这样就放了我和孩子们团聚。我想来想去，我做不到，因为我知道你做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和母亲待在一起，只是苦了我们的暗阴和暗亲。孩子们，你们在哪儿？你们饿了吗？你们冷吗？妈妈好想你们。润之，我希望我的痛是值得的。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你的梦想，我
你的誓言，还有我们共同期待的那一天。当他们倒在我的身边，当你在远方身躯危险，这革命还有多少牺牲在所难免。不要忘记你的梦想和誓言，即使生命交换生命，当枪杆子握在了手里，只有鲜血才能淹没我们的足迹，让荷叶成为敌人的荷叶，我们的牺牲只为奔向黎明。我不会忘记那些梦想，那些誓言，即使用生命交换。是的，我答应过普天下受苦的人，要给他们新的中国，新的明天。别了，润之，别了，我的孩子们。开会。1934年10月，由于执行党内左倾错误路线，中共中央被迫离开苏区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战略大转移，也就是后来举世皆知的壮举——长征。等着我，我们会回来的。遵义会议后，四渡赤水战役在川桂前边境上演。1937年7月7日，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。日本人强占过东北三省，意图吞并中国，只有全民抗战，才能挽国家于危难，救人民于水火。我们打不打？华北危机，中国危机，我们打不打？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我们打不打？
们赢得了一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。可四万万人民依然挣扎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。多少年来，人们多想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完整的国家呀，一个和平的新中国，一个不再支离破碎、没有压迫和不平等的新中国。有人不答应啊，人民渴望一个完整的国家。假如有人置人民的意愿于不顾，执意分裂中国，我们共产党人绝不答应。大过长江去，解放全中国。几十年了，一步一步，一天一天，我们即将走到这样一个地方，辉煌、神圣、庄严。可回头看看，每一步都沾染着血迹，每一天都浸透了硝烟。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。